8953。这里我们要填写这个。每个人一张的，填一张。你填了吗？还没。先生，帮我们讲一下我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们是公民。可不可以解说一下现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就是因为那个投保园区的意外伤害责任险，就是进来的话都可以填平安保险。那林务局是都这样子？只要是属于林务局国家森林游乐区，都会开始，是今年开始啊？97年开始。97年就有了，填完投进箱子里面。了解了解，所以这100块钱的入门票，就是买门票送的，才送的平安保险。买门票送的平安保险，就是双重保险。双重保险，双重保险，就是发票是一个保险，这是另外一个保险。发票是责任险，然后这是公共意外险、意外伤害险。然后发票是责任险。发票是责任险。这样。哦，这是意外险。如果小朋友身份证忘了，不记得的话就写出生年月日、姓名就可以。帮你填。前面也可以登记哦。